方方面推動足球發展，明日變相國民對足球運動有更多嘅認識，國家投放更多嘅資源，都可以推動各地嘅足球普及化同埋持續發展，體現世界盃元氣。板民有方，球隊有更多嘅曝光率啦，呢位定正式無物，更能有助國家隊嘅球國家球隊嘅發展咧。第二，提供學習機會，提升球隊技術。戰況下，只有世界盃嘅決賽則係全球性嘅足球比賽，亞洲盃、歐國盃，甚至係世界盃外圍賽，都係分州份進行比賽。因此，未能進入決賽周嘅球隊，就冇機會同其他州份嘅頂尖球隊對壘。同時，48隊就有更多嘅國家可以，更多嘅國家可以同世界各地嘅隊伍並切磋球技、交流學習，從而提升技術。我羅哥教練納納言指出，在世界盃同西班牙較量之後，意識到頂尖球隊的控球能力，令他們學習調整戰術去保護中場。一些經驗是他們和非洲球隊對壘的時候無法發學到的。巴拿馬教練高美斯和波斯尼亞教練蘇西奇指出，在他們的球隊首次進身決賽周之後，表示和世界強隊切磋之後獲益良多。反問有方是指局限於同自己周內對賽，還是和國際強隊切磋更能有效提升足球技術呢？多謝各位。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8秒，好超時時間扣分。跟住係反方主辯，我哋有4分鐘。在座各位大家好，首先我要對大家講講，我分直至尋晚8點都以為自己是打緊正方，我們搞錯了整個站方式幾個星期，不過在準備正方的過程中，我們遇到的問題今天的正方都應該是相似。首先除了在錢之外，其實都沒什麼好說，有方講兩句都是16隊對主辦國而言可以收很多錢。我們看看最利益有關的國際組織怎麼說，他在2017年指出多16隊會帶來額外10億美金的直接收益，看來好像都挺可觀的。不過講緊2026年，在3個國家要直接分依份額外的收益，看來已經不多。但是細節先是魔鬼，國際足協無講呢個額外收益將會由全數由主辦國賺曬，定係其實落咗國際足協的荷包度。上屆卡塔爾世界盃，抖音等中國網絡平台就花了10億嚟搶直播權。木牛同埋海信等中國企業就獲翻1億美金喺贊助上面，呢啲經濟嘅效益都唔係主辦國可以分享到嘅，但係主辦國就要額外花成本去應付多出嚟嘅40場賽事，我就唔明認真計嘅時候條數係咪真係咁著數嘅？跟住就係足球發展，我哋之前試咗好耐，但係發現得到好多嘅時候都係相反嘅。首先分開職業賽、聯賽同埋世界盃。邊樣可以更有力推動全球足球發展已經好困難了，然後你再想想，如果卡塔爾可以拎舉辦世界盃的成本2200億美金的1%，資助當地發展足球4年，你估下咁樣對足運的影響大一啲啊？但是推隊波入去決賽周比球隊遊難的效果好啲。再講摩洛哥等世界盃的新季入啲齊聯，大家都偏偏都是陌生的。看看這幾天很紅的夏堅尾，原來是皇馬青訓的產品，施耶治就是荷蘭青訓系統的傑作。國家足球發起和當地政府有沒有深搞足球是沒有直接關係的，更何況我們不希望會見到才會努力，而是努力才會見到希望，正如日本和南韓一樣。我方的民主線很簡單，從環境、行政、足球員和足球普及化，我們世界盃決賽周加到48隊，無論是2026年加美墨合白每一屆，以至是將來的每一屆，都是弊居零。先講環境，國際足協去年6月發表的報告估計，卡塔爾世界盃的準備和後續活動，整體產生了350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，比俄羅斯世界盃多出了70%，甚至超出了不少國家，例如黑山、冰島、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全年的碳排放量。留意。原來官方數據話場館興建只需要排放量20萬噸，當佢啱啦。同埋2026年世界盃話自己係唔需要太過起新嘅場館，只係自己嘅交通嘅排碳排放。
根據他同意世界盃嘅經驗，法國碳排放嘅核數公司 Greenly 就計到，跟住喺剩翻地球場嘅住宿同埋區域航班已經產生咗每日8000萬噸嘅二氧化碳。2022年依屆打咗40場，打咗10日，航班仲要橫跨三國同埋美國嘅東西岸，額外個碳排放最少都估計有10幾萬噸。就當你一個場館都唔使理，直接增加16對做成嘅碳排放有方便解決嘅。再講行政，國際足協喺俄羅斯、巴西同埋卡塔爾三屆世界盃受貪污同埋行政壟斷等醜聞纏身，你可以話2026年依屆唔係涉及基建同埋有經驗等嘅大國打會好好多。但係之後咧，根本呢個問題唔解決，下一次有新興國家主辦世界盃嘅時候，都係要額外處理場館同埋住宿嘅基建，係咪意味住有咁多嘅貪污機會咧？最後對球員而言，2026年更加唔係一個好時機啦。然後喺2024年起，國際足協擴大歐國聯國際比賽嘅層次，而各地聯賽復常，加上嚟緊喺暑假球會亦都要報復式咁加國際賽罰金，喺缺乏足夠嘅休息下，球員只會受傷更加頻繁，係高達1231次，比前一個賽季增加20%。呢種球狀況對球員係咪理想，大家心中有數。基於上個點，今日辯題絕不成立。最後新聞有方喺今次咁嘅話題話低足球，全球足球上嘅提升。方主任，短消息。有方講到話咧，增加至48隊之後咧，起球場就排放好多二氧化碳。但係打到下任何比賽都要起球場，你而家世界盃你都成講都要起球場，係咪成個世界盃都要取消啊？我哋就冇咁講過，我哋話，但係有方講個立場係，只要排放二氧化碳就有問題啊嘛。你要識到而家卡塔爾排放咗好多萬噸二氧化碳，係咪成個世界盃都要取消？我哋擺個重點係喺32隊增加48隊嘅弊大於利。我哋如果本身係32隊嘅話，其實係冇任何嘅問題。冇任何問題，你轉變自己話會排放360萬噸二氧化碳，呢個係問題啊！如果係問題嘅話，你係咪認為32隊都要取消啊？我哋今日擺喺個執重係擺32隊，應唔應該增加到48隊？最後好矛盾嘅前場講到話咧，現時已經好大問題，而家又話冇問題，所以我方真係明白，如果根據你嘅標準，如果要盡最大化減少二氧化碳，不如世界盃都唔好做啦。其次就係啦，有方講到話咧，起增加至48隊咧之後就有好多貪污問題。我想問啦，點解增加至48隊，又係一個本質問題，特別會貪污咧？因為我哋見到之前卡塔爾嘅世界盃入邊係會有貪污嘅問題，而因為32隊增加到去48隊嘅話，同時亦都會增加咗基建嘅項目，咁亦都令唔係意識到卡塔爾有貪污問題，因為監管不足，咁我而家增加監管咪得咯？點解係48隊本質上嘅問題？因為我哋從數學上嘅角度嚟睇咧，我哋增加到去48隊咧，即係佢要增加到係差唔多半，即係一半嘅數目。咁即係我哋同時有機會可以增加到一半，即使增加呢個監管嘅話，亦都未可以消除到嘅。
我都明白你增加監管，多啲人去巡查，多啲人去睇翻啲帳簿嘅時候，係能夠避免到貪污咯。我都明白你增加球隊同貪污有直接關係，究竟喺邊度啦？更深一陣啦，你同我講話咧，攞2000億咧去資助一啲發展足球就更加好。咁不如世界盃都唔好做啦，攞曬全部錢去發展足球最好。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嘅話，我哋亦都可以將世界盃直接變成奧運，因為佢雖然奧運就變成 U23 嘅狀況底下，我哋亦都可以將奧運同時變成呢、這個。撇除了 U23 的問題。在位啦，好，逐一拆解有方幾個弊處。第一點，有方話咧，將32隊變成48隊之後咧，就會增加呢個二氧化碳嘅排放量。但我都同我立場矛盾嘅，前場講到話咧，現時世界盃咧係有問題，有360噸二氧化碳，啱啱冬季時候又話冇問題。如果你講到話係有問題嘅時候，係咪現時世界盃同樣需要取消，因為都會排放二氧化碳咧？其次就係有方後場更加好搞笑，佢話咧，我哋不如轉做奧運啦。但大家諗下，你奧運都起場館都會起用到二氧化碳㗎。咁如果有方同學你咁驚有二氧化碳嘅時候，係咪任何運動項目、任何比賽都要取消，奧運都取消埋咧？第二點咧就係啦，有方講到話咧會有貪污嘅問題，有多痕跡嘅醜聞。但係大家諗下，你啲32隊增加至48隊，就同痕跡醜聞有必然嘅關係啊？痕跡醜聞從來都因為監管不足，從來都因為一啲監管嘅問題啫嘛。因為我哋唔係加強監管，而一刀切唔俾16隊嘅球隊一個發展嘅機會咧，我方同樣唔明白。第三點啊就係啦，有方同學打稻草人啊，因為轉嘅時候講到我方咧係為咗錢而去增加16隊嘅球隊，但我方兩個論點係咩啊？一個講推動足球發展，第二係講開切磋技術，究竟邊度有錢字咧？我方真係唔明白，所以有方同學同樣打稻草人。更深嘅就係啦，有方咧講到話咧，啲球員咧其實喺青訓嘅時候都可以俾球會發掘嘅，但係我讀啲例子俾大家聽啦。講緊2014年哥倫比亞試甲18年進入決賽周，
球員諾力古斯因為黑色表現成功加盟皇家馬德里。你嗰度話青訓已經做到嘅時候，已經係過咗世界盃先至俾人發掘，而唔係青訓嘅時候已經俾人發掘咧。更甚嘅就係啦，2014年哥斯達黎加事隔10年晉身世界盃，龍門拿華斯表現出色，名氣大增。後來咧都係同樣加盟豪門球隊皇家馬德里嘅時候，如果你嗰度話青訓就足夠，有啲所有球員都係經過咗世界盃先至俾人發掘，而唔係你所講青訓就俾人發掘咧。所以安堂同樣反駁唔到我哋嘅理處。所以有可能剩翻最後一個弊處咧，就嗰度話外賽期太密啦，啲球員咧就會多有個受傷嘅風險。講到咧，一球員就會多受傷風險。但係打落下，你32隊變咗48隊咧，都係多過一場比賽多一場32分啫。究竟你所講嘅受傷風險多咗幾多？我幫旁人都唔明白。所以最後就係啦，有方完全忽略咗咧世界盃嘅定位係乜嘢？世界盃嘅定位從來都唔係為要減少二氧化碳，而係講緊話咧係希望能夠推動唔同角落嘅足球發展。但你唔擴增世界盃嘅球隊數目咧，就維持喺20幾年前嘅水平，係咪真能夠配合到世界盃嘅發展藍圖，推動到唔同角落嘅足球發展咧？相反就係要唯有擴增咧，先能夠真正達至呢個藍圖。一嚟喺大眾關注度上面咧，1998年世界盃擴增咗之後，日本即刻能夠打入世界盃決賽周，令到更加多日本球迷關注日本球壇，更加有唔少人咧加入球壇。根據 statistics 數據咧。擴增了之後，日本註冊足球員由93年的70萬人升到00年的80萬人的時候，為什麼日本的足球發展更好呢？多謝各位。其次就係啦，咁你
同樣都係35歲，而家有嘅問題。再者啦，就係2030年都講明會係放啲埋，繼續做翻48歲嘅制度。咁點解而家有11個國家仍然願意肯去申報為要做呢個主辦國家咧？你咪覺得呢11個國家自己公然會有行政行為出現，都要繼續主辦呢個世界盃咧？再者啦，睇翻第二點，今日講緊有方會擔心放偏遠48歲之後咧，會降低咗比賽嘅質素，例如降低個可觀性問題。但首先啦，按照有方台嘅邏輯，一旦有啲實力懸殊嘅比賽出現，可能由中游去加入個決賽周咧，咁係咪唔應該放偏咧？咁其實你而家32隊底下，2014年嘅世界盃，巴西所謂嘅強隊啦，都係以大比數7-1落敗俾德國，甚至西班牙都有以大比數5-1落敗俾荷蘭嘅時候，同樣都有實力懸殊嘅問題，你咪覺得當前嘅全可觀性又係好高咧？甚至講咧，原來2016年咧，我哋將歐國杯由16隊增加到24隊啦。根據埋歐洲足協嘅數據，2016年嘅歐國杯總觀看次數反而不跌反升，升咗足足11億嘅時候，到底邊有降低個可觀性咧？啲有方都需要解釋。再者係其實今日有翻目光好短淺㗎，佢就係睇而家有啲隊員咧係弱隊，所以佢永遠都係個弱隊，自然佢哋嘅比賽可觀性好低。但係從來都唔應該係咁啊！正正就係因為我哋放偏遠之後，弱隊有更加多嘅機會可以同強隊切磋，咁所以長遠而言咪能夠提升到足球水平，從而提升到可觀性咯。又有翻一個又問咗我哥啦，佢話咧而家有啲球隊就算俾佢入到去咧，都冇人會見到佢哋啊！啱唔係有方同學，如果佢本來都冇人見到嘅話，咁點解唔係更加應該俾佢哋入去決賽周度，咁咪有更加多人會見到佢哋嘅表現，會去欣賞佢哋咯？再者，就正如1998年世界盃決賽周由24隊增加到32隊嘅時候，克羅地亞係即刻入到世界盃決賽周，可以同到強隊阿根廷、德國切磋嘅時候，咪正正反映都係能夠提升到足球嘅水平。所以最終啦，佢甚至係打埋入到世界盃決賽周，奪得咗冠。所以有方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他不能夠提升到可觀性呢？再者有方要解釋的數據就是國際足協2017年的數據都顯示抗爭完之後長遠而言是能夠帶來更高的可觀性，要全部增加到糧食收入，到底可觀性降低了在哪一度呢？到最後我們要看看可信的一個邏輯。好，我們再看有不同的質疑
質上射法嘅問題喎，沙爾隊都有啦。簡單嚟講，有方同學嘅邏輯，今日咧就一點攞兩點位啦。原本有，咁就俾佢繼續有咯。咁射法擴張都唔關佢事噶。咁啊，呢個邏輯錯誤係咪即係好似我而家今日 cut， 我食雪糕我都 cut 噶啦。咁我不如都食多幾杯雪糕咧，因為我食唔食我都 cut 噶啦。但係今日有方同學係咪要咁樣呢？如果佢本質上已經好有問題，沙爾隊喺基建各項情況都有問題嘅時候，我哋係咪唔應該俾佢繼續擴張落去，而係制止？去在下一場世界盃嗰度留意一下佢嘅情況點樣，先至再容許佢繼續擴張、繼續賺錢咧。即係我哋睇可觀性啦。有可能質疑咧，擴張完之後咧係唔會減得可觀性。但係今日連國際足協自己嘅一個研究，佢哋自己都承認，佢哋做過無數次嘅推算，係發覺沙爾隊係可以提高，係可以有最佳嘅質素、最佳嘅賽程。同埋最佳嘅可觀性，俾到球員同埋球迷一個最佳嘅體驗嘅時候，有冇同連國際足協自己都咁咯？你點解可以覺得可觀性可以冇受到影響咧？多謝各位。所有情況下，所有嘢都係呈一個上升嘅趨勢。佢喺10年間有咁大發展，
增加咧，可能有好多個抗拒性，即係人嘅可以壽命增加啦，亦都可以從而增加呢個球員嘅基底嘅數目嘅，所以咧其實未必係因為世界盃而所以導致到呢個足球員嘅人數增加。我真係明94年比98年嘅壽命增加幾多？有冇同我睇住先？你而家不斷同我哋講一啲數據，咁又如何呢？你有邊個能夠呢個同佢喺嗰場世界盃踢咗呢場賽事有直接關係呢？有冇同兩位論證一下點解係因為踢咗世界盃而就會有多人踢波呢？或者因為踢世界盃就有人可以有球員可以因為咁而俾人簽約？個直接關係好簡單，就係佢抗爭咗之後會有得踢，一個100,000踢波就咁簡單。第三點就係啦，你同我講話咧。好驚有二氧化碳，但你轉嘅時候又話將佢變成奧運，你可以起啲奧運場都唔會排放二氧化碳。咁其實好多世界盃都用翻舊有嘅球場，但係其實你按沖到48隊，好多國家係冇現有嘅設施，所以要更加多嘅球場。另外，有方同學亦都係冇回答我有關佢哋技術不足嘅呢個問題。邊個同你講美國、墨西哥、加拿大三個大國連48隊嘅場地都唔夠？我的意思是在這次過後也有越來越多，正如有方同學所說，有11個國家上天壇世界盃，他們都有很多對球員需要的訓練。反方自由時間，自由辯論時間已經用盡，正方上餘2分54秒，我自由派出一位話1分54秒，我自由派出一位話多一點。所以簡單歸納，第一點，有方講到話咧會多咗二氧化碳，但好奇怪，你自己又話要將佢變做奧運都一樣二氧化碳。其次就係你話有幾多啲場館，邊個同你講話而家唔夠場館咧？冇人同你講啊，係咪嗰11個國家明知自己冇辦法起到咁多嘅場館，都依然去申辦咧？你一個數字都加唔出。更甚嘅就係啦，有方同學咧質疑我方成效，佢同我講到咧，我啲球員咧未必係因為奧運先俾人發掘嘅，主編同我仲講咗哥倫比亞嘅詹姆斯洛尼本身經過世界盃先俾人發掘，一副同你講納華斯經過世界盃先俾人發掘嘅時候，呢例子有方同樣解釋唔到。更甚嘅就係啦，有方同我講貪污嘅問題，貪污嘅問題因為監管不足，我哋多翻啲監管咪得咯。更甚嘅就係啦，11個國家願意申辦世界盃，係咪你覺得11個國家都容許自己嘅國家有更多貪污嘅情況出現咧？有方同仍然解釋唔到呢點，所以有方同兩個弊處都唔存在，最尾只係質疑我方你説話可觀性唔多。但問題，你識講國際足協，我同你講國際足協點樣講。講緊國際足協自己話咧，將32隊變成48隊之後咧，可以長遠提升可觀性，甚至可以帶嚟20%更多收益嘅時候，我方明白一唔能夠提升可觀性啦。更甚，主編同你講咗，由於挪威科技大學嘅數據咧，98年抗爭世界盃之後，每場平均觀看次數咧，比94年多800,000嘅時候，多咗人睇，我方明白你頭先同我講話可觀性反而低咗啦。所以最緊要就係，首先即係我哋位。发现什么
佢哋要起嘅球場要係亦都要增多，咁何以達到塔中和咧？另外有方同學多次同我哋指出話，啊佢哋嘅貪污問題其實本身都有㗎啦，所以其實唔需要重視嘅。但其實32到48之間，佢哋有可能接觸嘅貪污亦都增加咗。之前國際足協嘅主席，佢本身都有受到貪污嘅指控，咁可見其實佢對貪污佢國際足協嘅貪污係由上而下嘅。咁何以揾人去制止呢啲貪污咧？所以其實由世界盃決賽周由32隊擴展到48隊咧，佢哋貪污會增長，呢個係不可以為。另外有方同學亦都攞咗挪威唔知乜嘢大學嘅數字，大學話90話唔知邊屆世界盃到邊屆世界盃期間，電視觀眾增長咗，但係嗰陣時嘅大學有冇衡量到當時擁有電視嘅民眾增長有幾多咧？我肯定話俾你聽，起碼有1/4全球嚟講擁有電視增長嘅人士超過1/4，咁所以你話少過十嘅唔知幾多個百分點嘅增長，全部都係冇意思噶。另外，32隊其實可觀性係最高，我方係提出咗，但有方亦都就話48隊先係最可觀，我並不認同。咁國際足協佢本身亦都進行咗10萬個模擬，證實咗32隊先係最可觀嘅。咁佢哋有乜嘢帶動之下先至要擴展成48隊咧？就係錢啊！佢哋知道擴充之後有10億歐元嘅收入，咁點解就唔擴充咧？另外，有方亦都多次指出，球員通過世界盃先至發掘，但其實歐洲頂尖球隊係有球探，佢會用國旗嘅世聯賽會去觀察球員。其實，所以世界盃對球員增長、對球員被球會發掘係毫無意義，係毫無價值而可言嘅。總觀，我認為我方各個嘅論點，你有方優勢，所以我認為我方應該會喺呢場辯論中獲取勝利。多謝大家。即使有
兩個特點都講唔過去嘅。佢成日先質疑我方思考咧，佢話咧我方直線邏輯㗎，失事率增加咗咧，我哋更加放咗多啲資源落去球場度㗎。前場同佢講咗話，我原來咧失事率增加咗，如果唔係失事率增加咗，點會有九成九冰島人坐喺你電視機睇你嘅世界盃咧？有方呢點都講唔過去嘅，所以我方論證咗啦，失事率不斷反升嘅時候咧，有方兩個弊處已經浮現啦。好啦，有方弊處都唔講，成聲質疑我方成效。佢話咧，我今日咧若當眾弱隊咧，入咗決賽周咧，觀賞勝利就下降咗啦。但原來啱啱同你講咗，收視率不斷反升，有方又話，我國際足協自己話咧，收視率就下降咗。但我方同你講翻，原來國際足協嘅數據喺2017年都講咗，長遠而言能夠帶到更高嘅可觀性，預期增加兩成收入俾世界盃俾各個國家嘅時候。何來有降低到長遠嘅觀賞性咧？所以有方連數據上咧都講唔過去啦。其實今日有方最大嘅問題咧，就係覺得我弱隊咧實力唔夠，入到去淨係會挨打嘅啫，所以咧就唔值得俾個名頭佢哋去發揮啦。咁佢哋咧永遠冇資源、冇曝光率、冇機會咧就係最好噶啦。相反咧，我先覺得正正係因為有成就呢個名頭，先至可以令弱隊一齊進步，成就摩洛哥入到呢啲足球成績，提升全球嘅足球實力啊嘛。到底一個強隊越強？越對越弱嘅淘汰，第一個一齊交流進步嘅淘汰，先至真正符合世界盃嘅原意咧，進步比較好。以前咧，大家睇世界盃最期待嘅哦，就係西班牙、阿根廷、巴西等等傳統強隊嘅場，但放翻喺現今嘅球壇啦，個個真正嘅足球國旗，大家想睇嘅唔單單係巴西攞到冠軍，而係摩洛哥攞到冠軍啊嘛。日本可以擊敗德國、西班牙，正正就係有方進入各位全。正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7秒，補超時無需扣分。頭先正方結辯已經講咗
陣啦，即係你揀錯陣方，就比較升旗入來啦。咁但係就算係咁樣咧，咁我覺得有啲嘢可能真係要攞走樣嘢嘅話咧，我希望你可以攞走嘅係今日嘅主線結構嘅一啲平衡啦。咁第一樣嘢就係，因為作為反方咧，你要處理嘅問題咧主要有兩個。第一個就係你要解釋到底喺你心目中最合理、最合理嘅嗰個放堅嘅數字係幾多。咁除非你今日嘅立場係成日世界盃唔踢嘅啫，如果唔係，一定有答案喺度嘅。咁你答案攞嚟做咩？攞嚟防守嘅。例如係你喺後場嘅資料去講啊，出入份報告話32米咧係最合理嘅喎。咁但係你單純嘅論述係唔足夠啦，因為你要解釋下足協佢背後嗰個理據係啲乜嘢，即係到底佢做咗啲乜嘢，令到得出呢個結論。而因為點解你要咁樣做咧？係因為足協咧佢呢份報告結論咧，佢實際上嘅行動咧係唔相符。因為佢嘅行動係擴充咗48隊啊嘛，點解佢攞住份32隊係最理想嘅報告，但係佢擴充咗48隊咧？呢、這個立場係需要解釋嘅，首先你唔解釋正方都會問你。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反方32隊係要防守得好，點解係32？有啲咩嘅理據？咁下一步就係你要明白你全部嘅論點咧有建基於一種程度嘅比較，呢、這個程度係點樣嚟嘅咧？你舉出嘅問題，你嗰兩個弊處要係喺32隊嘅情況下，佢唔會出。直接擴充到48，佢先變成弊多於利。如果唔係，就會出現今日正方對你攻擊咁滯。哇！有方同學你嗰啲貪污問題，兩隊都會有噶啦，佢會貪污嘅話，一隊都會有啦。咁係咪唔做咁樣？咁呢啲問題相對就好難嘅。咁所以第一部分就係你要去解釋點解呢個弊處由32去到48會出現咧？咁有啲咩係比較類似嘅咧？喺你呢場比賽面，例如你出現到嗰啲咩球員會攰，咁呢啲好明顯就同個程度係有關係㗎啦。打辯論比賽佢要打一場，梗係唔攰啦。邊人打一場攰唔攰啊？會攰㗎嘛。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你嘅論點嘅建構喺呢啲一個程度上面嘅分別。但係今日你去講啊，你講場館咧，今日政府會問嘅，我哋場館係唔係都要起㗎啦？咁所以你嘅論點部分唔係你要起場館，而係你額外應付多16隊嘅比賽，你要起多幾多場館，而幾多場館先會帶嚟你嗰啲碳排放呢個先係個問題嘛。咁例如你嘅貪污問題一樣㗎，嗰啲32隊嘅貪污同事或者貪污爭勁到嘅漏洞會有多勁多幾多啫，係咪？咁所以除此之外啦，咁其實反方佢真係咁無嘢可以打咧，其實有幾啲嘢。咁啊，例如可能反方你去放大你球員會攰呢個問題嘅話，有啲咩相關資料可以佐證咧？第一，現時呢個世界，即係呢個足球嘅世界咧，同以往有啲唔同咧，同1930形成有啲唔同嘅，多咗好多地區嘅聯賽啦、歐冠杯啦，咁呢一啲嘅比賽佢搭埋呢個48隊嘅比賽會唔會？反而會令到啲球隊個部分老靚，咁呢樣係可以去質疑咧，可以去討論。我覺得另一部分，例如係你嗰啲球隊由32變48，你話佢會咩挨打咧？其實呢個 concept 我係怪嘅，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舉唔出啲咩實際嘅球隊係真係會有挨打嘅情況咯。即係例如嗱，我估啦，32去到48咧，有啲咩球隊會好 lucky 入咗去咧？例如可能加拿大或者中國啦，應該係咪？咁呢啲球隊同現有32入邊嘅球隊個實力差距爭幾多先？係嘛？咁你又分辨超聯啊，好似有啲我緊事，但係你又分辨超聯做個例子啦，呢、這個比賽。咁如果呢個比賽而家係40隊，我哋變30啦，你有隔月咁樣啊嘛。咁如果你再擴充去到你要求一啲啱啱成立辯論隊一兩年嘅學校，你要去一年打7至8場比賽，對於嗰間學校嘅辯論隊發展會唔會好有幫助咧？係嘅，佢打咗8場比賽嘅，但打完等同於佢打完呢一邊超聯嗰8場，俾人遊論完8場啦，真係會有進步咧，多咗人退隊咧。即係呢啲情況，用翻一個世界盃嘅 concept 嚟去再考慮嘅話，應該係可以得到啲辯論嘅我諗。咁我調翻轉，你都可以質疑下對手㗎。例如係點解淨係48咧？你覺得越多錢越好嘛？48去到20%，咁60%會唔會有40%？點解你唔去到60%咯？因為有啲實際嘅問題正方解決唔到。例如係嗰啲球員會唔會啊？個規模擴大到啲主辦方嘅承擔到，或者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討論。例如係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，但係如果你係主辦方嘅話咧，可以獲得一個決賽週嘅席位嘅，即係你係唔需要再打嗰啲外圍啊、King Cup 咧，或者人工去到決賽週席位。咁呢個公平性問題即係會出現，或者今日正方會講㗎。咁其實嗰啲美國啊，現有2026年會舉辦啲國家好犀利嘅喎，佢好有能力咁舉辦呢啲比賽。好啦，咁你知道原來48場嗰個都好大嘅，咁你出現卡塔爾2.0，當呢啲再比較窮啲嘅落後啲國家。舉辦嘅機會會細咗咧，咁會唔會做到你後邊個紅球咧？所以都可以去討論。咁所以我嘅建議就係、是，如果真係出現你嗰個前一晚你發個集方錯嘅話咧，咁你要打貪污，你要打橫，你相對上咧，即係容易啲去揾資料，或者容易啲去理解論點，我覺得好。
踢咗世界杯，所以佢會發怒。但實際上可能淨係因為個球員好叻，所以佢俾人發怒。咁我舉個例子啦，即係我嗰陣時打劍嘅時候咧，咁就有多元傳聞啦，就係話咧，逢親打主劍咧，就一定係靚女嚟嘅。啊，多元傳聞啫 ，OK。咁然之後咧，咁我嗰時候隊員咧，佢就話啦，咁我就要打主劍啦，咁我就變得好靚。咁但實際上你要知道係因為佢靚先打主劍，唔係因為打主劍變靚咯。咁所以同樣地，係因為佢靚，佢先會俾其他嘅球會吸引咗佢球隊嘅成員，而唔係因為其他世界盃。咁當然呢樣嘢係有釐清嘅空間啦，都有機會係因為世界盃令佢賺到光芒，所以個助力我係偏青唔同嘅。咁但係呢樣嘢係需要更多嘅論證啦，因為你哋嗰啲資料就會係嗰年某一場比賽嗱，佢踢完即係佢嗰個球，所以我就會論證出中間呢個比賽令到佢嗰個球噶啦。咁但係個邏輯關係唔係你講到咁緊密嘅，係大概就係咁。
O K， 即係如果認真去諗嘅時候，嗱，咁又仲有就係咧，見面有啲位咧，同前場講嘅嘢咧係有少少唔一樣嘅。啊，咁譬如你提到咧就話，即係你前身嚟㗎啦，啊，好多比賽都有幾十場㗎啦，咁你咁多場一定唔錯啦。咁啊，咁人去到見面反而就講咗話，其實咧咁多啲問題唔記得球場咪得咯，你啲決賽啲賽事安排過咪得咯。咁你咁樣講，其實同你前面嘅隊員所講嘅係有少少出入嘅。咁我唔知道你頭先有。